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个外八转。首先三个奔跑，然后我们可以接一个前点、后点，然后两个脚外八，再转圈360度反方向，右脚起步，三步奔跑，然后接一个前点、后点、脚落的外八，然后转圈，然后再来一遍，三个奔跑，来，前点、后点、外八。转身反方向，右脚起步，三个奔跑，好，上脚，前点，后点，落脚外八。